行，唱歌喽，小眼睛，唱歌喽，奇怪你，要上课的时候你都不用人家叫，就会一直睡，对不对？要上课的时候都。上课的时候都起不来，不用上课的时候就会自己爬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将军，你的身体始终怎么跟人家是相反的？要上课就很好睡哈，是吗？那小朋友。小朋友又睡着了，是吗？小朋友，起床了啦，上学来不及喽。小朋友，可以起床了吗？可以吗？太亮了。太亮了，要起床啊！都太阳晒屁股了，当然亮啊！欢迎早安，欢迎早安啊！今天要上学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开学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。开学了，开学了，开学了，开学，小朋友都要去上课，你同学都要去上课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傻眼了，叫你变机器人了，赶快。早餐吃一吃，我们要上学了，不然太晚了。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可以吗？我把这一个对一变成短袖了，睡衣变短袖了。你还记得这个蛋糕是谁带你去买吗？老爷带你去买的，你忘记了？你怎么忘记了？好，快点，蛋糕吃一吃，然后蒙奶奶喝一个。好，明天带你去学校。OK。俊俊今天吃咖喱鸡肉红椒蛋，然后近一点，不够咸，然后汁再多一点，料再给你多一点，它的酱再给我多一点。做好不要的皮丢里面，想给我多一点，想我继续小饭。
关了关了，当然要关，你不是要睡觉了吗？嗯。君君，好，穿拖鞋，穿拖鞋就好了，睡觉咯，晚安。妈妈把我的熊熊连起来的。熊熊哦，我用强力胶。怎么的强力胶？那种。过年的咱不知道。那你怎么连的？我用。哎。怎么越来越满了？怎么越来越满了？越来越少了，还给。怎么越来越满了？不满了，不满，都已经没了。啊。要喽，好，睡觉喽。你刚刚说要干嘛吗？谢谢你来给你。你好，我是玲玲。喵，跟我说拜拜喽。好，那你可以把我丢到回收箱里面吗？这个吗？没有，这个来这里，这样子。往上，好了。OK。